如果我找到怎么办？我找到我请你吃饭。开箱啦！俺爸不下。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集的开箱啦！我是所长，我是祖祖，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今天很不得了哦，所长，这一集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因为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钢弹创斗者的这个前往大战人气机体麦格农。那我相信呢，这个大家如果对这个名字听起来有印象的话呢，你们应该会知道，这一支就是祖祖人生中的第一支钢弹。就是我钢弹的起点了啦，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终于是要做升级的 MG 了。想当年我做 HG 的时候，真的做得超痛苦，因为我想说 HG 零件也太多了吧。我想说我才刚踏进钢弹的那个门里面，然后第一支 HG 它的零件就这么多。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它的 MG， 也就是它的更精细的版本。升级款就可以看看，就是祖祖经过一年的洗礼之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好险，我们今天有所长这个帮手，不是只有祖祖一个人孤单的在这边做了。有没有看我们前面这边摆了一个时钟？我们今天是想要挑战一个，今天下班前完成的，那就是七点前我们会把它完成，直接开做一波喽。Coco， Coco， 我从第10页开始做，然后一直做到18页，那祖就可以从前面开始。哎、欸，我把零件板弄断了、欸。还好，不是零件板这一段。做麦格农就一定要弄断东西。好，做钢带的时候呢，一定要充满着爱与希望。没错，然后你的钢带就会真的很棒棒。跟创作者一样，就你花越多时间做，越多爱做的，就是钢带就越厉害。做反了。做坏了吗？对啊，那就别做啦吧。小文君说我有地方做反了，然后第一步做错了啊，还是因为其实就是真的做反了，所以价值上才加不开。贴纸，我的眼睛，哎，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贴纸是正反两面都是会反光的哦，很薄，而且这贴纸一直反光，我觉得我眼睛很痛苦。变亮了一点点，加了贴纸之后的反光才会比较反光得到，但我真的觉得差不了多少。麦格农真的是没有让我失望，从爷爷到现在都是这么伤眼睛的。哇，你现在真的是把它拆卸下来了，是不是？我刚刚前面做了2个小时的东西，你自己给我拼回去。我真的拆到最后一步了，从头拆到尾，哎，天哪！所以是一开始就做反了吗？对。那我们这个没有防呆机制呢？为什么？而且可以做到最后哦。这反光贴纸真的是让我的眼睛很痛哎，闪来闪去的。天哪，终于过了2个多小时，我迎来了我首度的翻页。你刚刚剪了一个驾驶，对不对？那我可以把这个站着剪下来吗？哎，站着驾驶比较精致哎，精致。好了，现在已经。快6点了，所以距离咱们的挑战剩倒数1小时。不过好消息是，我说明书即将要跟水豚君汇合了。我现在剩下手跟手好多、哦，但是水豚君那边也快做完了，所以搞不好拼一下有希望。因为本来有希望，本来对，现在我不知道。剩最后了、啊，因为后面还有武器的。不愧水豚君，他就是想要把武器完成。我觉得做完腿就好了。哎、欸，他是麦格农哎，麦格农没有武器，他不是麦格农。我觉得我眼睛超累的。一直被那个反光的东西刺到，我真的哪里有反光？哦，对啊，各种好吗？哪里有反光？我一直在贴反光贴纸哎，而且脸都不贴贴纸，然后贴纸那边交给我。Hello， 今天是这个挑战失败的隔一天，我们本来昨天下班前要完成的，结果就拖到了今天早上了。但是我们已经快了啦，你没有看到这个雏形了吗？本体已经大致完成了，但我不得不说一下，我觉得它有一些。塑胶的地方就还是很容易有白白的，所以一定要打磨。原来你是要讲缺点的部分，因为我个人对这一支的评价我觉得蛮高的。你好像每支都蛮高的、啊。没有 NG 啦，我觉得比我之前做独角兽的时候感觉好很多。那总之呢，现在呢，我们要把剩下的东西完成了啦，1个小时内可以做完吧？对，真的没问题。我那时候做完它的本体的时候，我想说。天哪，它还有肩膀上的那个，怎么那么麻烦啊？它肩膀上这东西有看到吗？4片，而且还被我弄断了一片。
要让他帅帅的，我觉得就跟女生化妆一样，要不断的让自己的妆看起来更浓，这样子是更浓吗？不是更好看，啊，要看起来就是装备更多的感觉，就是，好像就是不变的真理，就是钢弹上面东西越多看起来就越厉害，有那种越多要看起来越烂，一百把小手枪。这已经没有东西了，你那边那么多东西，拜托你找一下。我已经剩这样了，他还是觉得我零件在我这里。然后你看看你的，扫干净好吗？真让人火大。那万一还是在你那边怎么办呢？那如果我找到了怎么办？我找到我请你吃饭。好。A 啊？啊？不就 A 吗？就我吃饭。他的手还蛮大的，我觉得这是 MG 的特色。他的手跟脚就是很清楚，像 HG 他可能因为他真的比例做太小了，他是没有办法五根手指头分开，然后看起来很根根分明。但 HG 就是零件会就是留一行没量好咯。不会，我告诉你，要最好你就去买对另外一种没有好，口袋没有好。不是吧，很火大耶，他这样有50间哦。就这样完成了，可以了啦，就这样啦，差不多啦。有没有散中？蛮散的，蛮散的。超过时间了啦，可恶，我们还是做不完。等一下，我觉得他很不错，他的精神感应炮是用扣的方式，跟 HG 比较起来，就是 HG 是直接卡上去，然后可以这样转。我觉得他这样子的方式会比较牢固一点。我们的麦哥呢害羞，好挡住了，不想看大家，帮他上海苔条，他可以自己上，你看像这样，他就可以上了，不错。我之前的时候觉得超怪，他脚就是那种大片的装甲的零件，就是这样子盖住，然后里面还有一堆复杂的零件，然后重点是我觉得他们看起来根本就用不到，然后但是你在装的时候，你还是要把他们拼拼凑凑，然后把他们拼在一起。对啊，我觉得他中间有些是故意这样。就是为了想要增加重量，你做一个实心的东西让我盖住，不是也很好吗？哦，因为他想要偷那个吧，偷材料。你做实心的话，它塑胶料一定用比较多。那好，那我觉得那你就做一个空心的，好不好？我的重点是你不要做一堆有的没的东西，然后根本就用不到了，还叫我们要拼拼凑凑拼在一起，这到底是？是什么？对啊，到底是什么？什么意思的？告诉我什么意思哦？快完成了，快完成了，有没有看到？Hello， 大家回来了。这个吃完饭之后，好累哦，怎么可以做两天？傻眼了。打叉是什么意思？多给你了是不是？对，多给的。好，你现在就剩最后那一把了耶，光速军刀。我来做他的盾牌好了。快结束了。Get this man a shield.Get this man a shield. 麦格诺盾牌跟美国队长新的盾牌一样，是尖尖的这种。完成了，真累。我发现他也有球形关节，他的脚踝这里有做球形关节。他 HG 就有了，太可怕了吧？所以我那时候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我其实觉得这一只麦格农 HG 的精细程度真的不输 HG， 太可怕了！哇塞，完成了 ！MG 就是有 MG 的分量。可以，所以他的刀可以插在后面。对啊，准君讲一下做这只的心得吧。基本上觉得在做这只的时候，他把很多零件拆得很细碎。那我觉得他只是想要符合 MG 的那个规格。因为他 NG 不是有说他要几百遍零件，然后就会是 NG 这样子的。但我觉得，如果他要拆成那么多细小零件，他至少要很多地方要有可以联动的感觉。可实际上没有，他能联动的地方其实没有到这么多。就是比如说你在折关节的时候，盔甲会跟着一起动。他并没有这样的机构，很少。没有吧？可我觉得他可动性还算。他可动性还不错啦，只是说。我真的觉得他肩膀有点松啦，我自己觉得。虽然刚刚这样讲，但我觉得还是算推他了，因为我觉得做起来蛮帅的。哦，好了。虽然好像不太能摆一些帅气的姿势吗？不相信，我觉得不会啊。喂。
那你会很担心他的手脚掉来掉去？可是这是我在 HG 就已经担心的问题了。我在做 HG 的时候，后来在摆的时候也常常就是枪会掉下来，然后盾牌会松掉什么的。但我觉得可能是他机体设计本来就这样。他本来那个光速步枪就已经设计这么大一把，真的超级重。他如果平举的话，他的手会慢慢这样掉下来。对，他没有办法。好，那现在插入紧急计划，然后就是要不看说明书把这个变形成型飞机当。我就知道，这不是应该要换你做了吗？只能用记的，是不是？先把他的手这样子转下去，然后转上去再转下来，什么啊？傻眼嘞！然后他就变成飞机的屁嘞，太难了啦！反正我记得他的那个枪就是飞机的话，头飞机的头，对。反正把他的这只变成他飞机的身体就对了。好，我有信心，我这次一定可以完成的。先让他做一些太极拳的部分。哦，要变成飞机了，所以这个先来点暖身啊、哦，这样子下上啊、哦，好，暖身一下 ，OK， 好，太难了啊。好，直接闪掉是不是 ？OK 哦。啊！哦！好，我觉得就这样了啦。完成图长这样。我记得我去年也是卡在同样的地方。啊！他一直在给我解体。好，去年的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因为看祖祖很可怜，所以给祖祖偷看了一下说明书。于是。我来偷看一下说明书好了。已经过一年没有长进。哎 ，MG， 我已经在做 MG 了，好不好？去年做这么小只，渐变大只了，应该是有一点进步的啊，对不对？没有。我帮他小结束了。看他是要我们这样做没错啊，还是我凹错边？我凹错边了，傻眼。对，这样子。哦，这样是不是？哦。是不是这样？还有地方可以，不要再掉了。水豚君，我无法完成这个挑战，赶快直接处罚我。那如果我完成了，你要被处罚？好，那不然你试试看。哦，手是不是装反了、啊？它有个可以转的关节，你没有装它。问题好多、哦。肩膀好像也反了。你怎么没有装反了？我刚在变形的过程中发现，就是祖祖其实他装错蛮多零件，但总之我们刚就把它拆掉，然后重新装，然后也顺利的按照说明书变形完成，所以祖祖现在就要被我们惩罚了。他竟然宁可放弃变形，也要接受这个。而且我眼睛都要烂了。我要选一边，我觉得我看顺眼了。我要喝这杯，看起来比较和谐一点。他不亚于前几天的那个，他是北海鳕鱼香丝。对，但我觉得我好像比较没办法接受。一定要喝掉啊！一定要喝完吗？你可以喝一口。那我只要喝一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以后要好好的变形。觉得怎么样？臭爆了，真是臭爆了，超臭，超臭的，我天哪！臭爆了，对，就这样。你是希望？我不喜欢这些。